有的体贴，想揍他一拳，更想叫他滚远，他不配站在你眼前，你的痛怎能看不见？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？为什么那么痛还敢拿胸口再挡 ready 伤悲？我的心已经等你好多年，爱不说满到自己快湮灭，那是无法解释矛盾的死结。如果说没察觉就是解释矛盾的